be better on my own. Sometimes what's right is wrong instead. Cause I was too young, and I didn't understand that you were no one.好，大家好，刚刚看到了非常精彩的开头，废话不多说，直接重头戏。对，我们今天就是要介绍它，对，我就是一一操作给大家看。对，然后刚刚我其实去店家，我是买里面的，就是我那时候是拿里面最后一台，因为我旁边那个人也在买 GoPro。对，所以说其实它是非常的抢手啊，大家刚出就抢着要它。对，因为它有水下10公尺防水，这次不必再装防水壳，而且它这次还有支援到 4K， 对，所以基本上它的画质、还有它性能、还有它的价钱，这次也比那个 Hero 4还要低，所以大家就是有在玩 GoPro 的玩家，应该会非常期待到它到来。好，现在我们要进行开箱 ，OK。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拆封 ，OK， 我们先从底部，对，好 ，OK， 好，我们打开它的底部，它里面还有一层套子，对，然后从下方拉出，看一下，哦，有了，好，拉出来，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塑胶套，对，我们详细介绍嘛，那什么都讲。OK， 好，我们的主体，对，我们的重点，好 ，OK， 那个上面其实有教学，对，其实有看过非常多影片啊，很多人拆这个都掉下来，对，因为它其实是可能卡得很紧吧，它的设计，像这个，好，这边它是。先这边往上一扳，对，它这个材质软软的，你看，软软的，然后把它掰起来之后呢，这边有没有按下去？有没有往上抬按下去？然后它的卡榫它是往前推嘛，所以按着往前推，对，跟哇跟影片一模一样啊，非常难开。然后砰一声，吓死我！好，有没有我们的 GoPro 就拿下来了？它附上了这个底座啊，对，然后这个是它的保护壳，因为它本身就防水，所以它不太，除非你要潜到10公尺以下，你才要需要用到那个潜水壳啊，依你的等级去购买。对，其实它本身就是防水10公尺，所以你要游泳啊、戏水啊。甚至下雨天其实都不用怕啦，对啊 ，GoPro 就是拿来抄的嘛，对，没有啦，就是它是一个极限运动摄影机，本来就是要负荷很多的极端气候嘛。好 ，OK， 现在我们把它打开，这边有个盖子，从这边往后拉 ，OK， 有没有？往后拉，打开了，然后开启之后。它 GoPro 从里面，对，拿出来 ，OK， 拿出来了 ，OK。其实它，我觉得它设计的还蛮有，就是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全呐、啊，对啊，也只能这样讲 ，OK。好，我们现在把它摆一边 ，GoPro 也先摆一边。我们先看它的里面的一些配置，看一下，从侧面打开。它的商标，对，从侧面打开，好像不是从侧面，哇，等它开一下，哦，不好意思，从这里，有了，是它的说明书，对，这个保卡就，对，买的时候放进去，不管，这个是它送的书，那至于它的书。总共有2本，哦，3本，哎呦，还有附贴纸，对，
这个贴纸蛮喜欢的，可以贴在脚踏车啊，或者是你有什么爱好品啊，你甚至连主机都可以贴一个，对不对？好，我们一张一张看，这张贴纸先放着，明天看这本。说明书是直条式的，对，然后全英文版，哦，正面是英文吗？背面就是中文的。哎呦，这个中文是繁体的，所以常常看到 GoPro 上面就是语系是那个简体字的，那个应该是说明书，应该是对繁体字的，所以应该可以清楚明了啊。OK， 好，说明书如果等你买了之后就可以细心观赏了，这个大概给你看一下就好了。那这个是它的一样使用手册，防爆手册，对，买所有东西一定会附的。好，我们把它放一边。我们往下看，在下面有这个一个 USB-C 的线，对，看一下它的线，对 ，OK， 好，看一下它的线材，线材长这样子，对，它上面有 GoPro 的图案。啊，至于这个就是它的电池了，这跟历代的电池都不太一样，对。它可以用大概2小时半吧，差不多。然后里面送两个那个假假贴，我都要假假贴。坏的话，这个水燕的奶超，对 ，OK， 两个，好，放到旁边。现在里面有一盒东西，好，我看一下，哎，一盒已经拿起来了。这一盒呢，把它拿起来，看看。哎呀，拿出来了，哎，哎呦，是什么？要不是空盒吧？那边白拆。哎呦，没错，是空盒。哎，我们才那么辛苦，就是空的。好了，里面的东西都没了，所以就确定它是没有附充电的头了。你就是只能，对，你只能另外买充电器。它只有附线，对，可是没有附头。没关系啊，用你充手机的就可以用了。如果你不介意你是用安卓手机或者是安卓的产品，基本上是互通的。OK，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再把放回去，把电池留着，等下用到。OK， 好的，再来保卡，保卡，放进去。好，来 ，OK， 这样子里面都介绍完了。好，现在我们来介绍它的本体。对，好，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对，这个有点好，大家对焦一下。OK， 现在呢，它的本体是长这样。它前面基本上已经有装保护镜了，所以说，如果你要再加滤镜的话，都是额外把这个拆下来再换。对，然后它的收音孔这边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对，这边还有一个，所以一二三，对，一二三，对，它总共有三个收音孔，所以它这次的收音品质跟几代比起来，其实是对，其实增进了许多啊。所以说，这次的价钱上还有它的CP 值是蛮高的。现在我们来装电池，这边有个按钮，好，按着，这样子按着往外拉，你可以拿起来，好 ，OK。现在将你的那个电池，对，装进来，然后看一下，这样子 ，OK， 然后，是。翻了翻了，
哦 ，OK， 所以它进去会咔一声，哦，开始亮了，我再把它拔出来吃，这样有没有？你看哦，这个方向，这样有没有 ？OK， 有没有这样进去？下面会有那个，会有那个灯光有没有？显示确定它已经装进去了。好，至于 micro SD 的卡在这边了，对，因为其实。还是有先装进去测试一下，才不会怕买到，对，买到怪东西。OK， 其实这张卡呢，这张卡它是那个 SDA， 把它拿出来，有点难拿，好吧，大概知道它在哪里就好了。OK， 好，我们现在把电池装好了，我们可以开始进行的，对，卸完它了，对。好，我们现在进到里面了，对，我们来看一下，OK， 现在有我们的语言选择。看一下，我们选择我们的熟悉的中文。OK， 日期呢？今天是2016年10月。10月，今天6号嘛？对，有时间你们再各自看一下就好了，就是设定当天的时间。OK， 然后。时间是现在是下午24小时制好了，现在几点了？10点了吗？多少？13:05，这么晚了。OK， 13:05。是否进入全球定位系统？好，打开。功能嘛，就玩完了。好，我们的 GoPro 快速什么东西？快速概览。OK， 开始。首先呢，长按短按这边这一侧这个短按，按它一下是开机。至于长按呢，是关机。OK， 下一步，然后在视频里可以进行照片模式跟那个影片模式切换，就是你要拍照或录影切换，你要按旁边这个一样。下一步，好，录制时可以添加那个 highlight 标记，就是按这个，对，很多功能都按旁边。至于快门按钮，哎呦，重点来了，那个拍摄视频和照片，这里，对，按一下，还有哔哔叫，好，下一步，它这次有那个什么，看一下，如果您的 GoPro 也关机，按快门，它会直接开机，然后录制。它按下去之后，你会马上就是开始录制，就不怕说你什么相片没有拍到啊，影片什么精彩的，就因为那几秒钟就没有拍到，你按下去马上就可以拍，所以功能非常的好。还有这个轻按为视频模式，对，然后长按为连续拍照模式，这个短按跟。轻按，好，我们现在进到里面了。然后它的，sorry， 这个教学文，我看一下，什么摄影模式和设置？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设置，高级设置，OK， 然后偏好，上下左右都可以拉媒体。退出，这个是手机应用软体在你的
那个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还有它的剪辑功能啊，一些编辑功能，可以上网注册。OK， 开始使用了。好，我们现在看到它，对，我们看到它画面有没有？可以使用。好，我们现在看到它下方分辨率，我们的分辨率呢有 4K， 4K 啊 ，2K。有4:3尺寸的 2.7K 1440P， 还有我们常用的 1080P， 到我们往下都会非常多，像我选 1080P 好了。好，它的帧数就是它一秒它的画面可以拍几格，它这次 1080P 最高可以到120格，可以拍很多的 slow motion 啊，就是慢动作摄影，对，慢动作摄影。好 ，OK。然后我们现在看看它的这个视野宽窄，宽跟窄，就这两种功能，可能要调到60P 吧。我们调到60P，它的视野哦变多了哦，有没有？你看到？这边有一个 Super View， 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测试一下。OK， 不好意思啊，拍到我们丑丑的房间。好 ，OK。我们来测试一下 Super View。好，然后大家看到这个 Super View 拍到的画面。窄，等一下，这样 ，OK， 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OK， 好，这是宽，等一下，我先设定视野，我们从窄开始 ，OK， 窄，好，开始，这是窄。大家看一下画面，上下窄 ，OK， 再来是线性，就是没有压缩到它的鱼眼，对，好了，这是线性，好，再来它的中视野，中视野，再来是它的宽视野。再是它的 Super View 鱼眼，好，哦，非常的广哦。好的，我们试了这些模式，我们还是先回到中好了。对 ，OK。然后呢，我们现在来试它的这边这个，按一下，它就可以有视讯跟拍照，然后这个是拍摄，可以拍摄缩时摄影，还有它的摄影间隔有5秒、10秒、30秒，还有60秒。对，每秒帧数30、20，它是可以设定的。好，就间隔10秒，对，然后每秒30帧，对，然后就可以拍摄缩时摄影。还有我们的循环录影，对，循环录影。我们如果当行车记录器的话，它可以设定你的拍摄间隔有20分钟，还有我们的60分钟，最大到120分钟，2个小时。
对，非常久。对，我们先敲下来。好，我们现在来测试它的功能。哦，这是侧方模式。好，我们先从，对，我们 ，OK， 我们现在测试完了，我们来测试其他的，是它的视频，我们可以拍摄，对，间隔摄影5秒、10秒、30秒以及60秒。我们的帧数可以有24、30还有60，这我们的分辨率呢，最高到11440。好，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循环录影，就是咱们行车记录器。循环录影呢，拍摄间隔就是最大就是2个小时之内会扫掉你的，对，就是你的头跟尾，就是说。它会循环这2个小时以内，就是只要一超过，它就会剪掉你前面的东西。它有5分钟的，10分、20，最短有到，5分钟，最大有到120分钟。OK， 设定20分钟好了，以后可能用到。至于帧数呢，可以到240p， 可是240p 呢，它必须要在分辨率是720的时候就可以设到 240p。 对，我们的 Hero 4有这个功能。对，我们先设到设为它的 60p。 对，它一定要先转换，它的数字是成对比的。 OK， 好，至于视野一样功能，窄、中、对、宽、 Super View。 对， Super View。 OK， Super View 好了，小光。好，看完我们的录影，我们还有拍照，我们有一般拍摄嘛，就是简单的，就像那个什么，一台小型相机一样，对，一样就是按下去，它会，有没有？它会哔一声，有没有？再试一试，有没有？它就拍到照片了。OK， 但现在快没电了，所以我讲快一点。然后我们的照片试完了，我们现在是夜景拍摄，对，非常多。然后夜景拍摄看一下快门，然后它有很多种快门，几秒，缩时可以拍缩时摄影。OK， 然后我们的连拍，这是最喜欢的功能，1秒钟30张。有没有速率？有没有30张？我们来试一下了。有没有？哦，这个声音漂亮。有没有？一次就多少了？哎，在哦，在保存。虽然是高速卡，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保存时间的。OK， 好，大家听到它哔哔哔就已经差不多拍完了。OK， 好，当你们今天拍了非常多有趣的东西之后呢，我们要来采收一下我们。今天的东西就是从这边滑过去，然后一条白线。哎呦，有没有刚拍所有的照片？有，我们看一下它的，其实它还蛮清楚的，对。然后从这边呢滑过来，它有很多功能。有没有这个？它有非常多功能，很这种是比较。进阶功能，对，在设定。好，这边滑过来，动态范围有没有？开。好，这个是开启跟关闭。好 ，OK。好，我们
现在有没有 PT 模式？那是关起来就是，对，比较傻瓜一点。那我们从上面滑下来，有我们的锁屏。啊，想要解除呢，滑下来，按一下，滑下来，哎呦，按一下，哎呦，解除了。好，我们现在把它，对，这是声控，开。我不要用英文，对，英文不好嘛，我就用咱们的母语啊，虽然是 OK 中文嘛 ，OK 就 Of course 中文，好，开启，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它到底有没有效。好 ，GoPro 拍照，哎呦，一次就成功了哦 ，GoPro 录像。GoPro 停止录像。有 GoPro 停止录像。有，非常的迅速啊，它的侦测性其实还蛮高的。至于它的资源设定都在这边，对，它可以很多微调。这个就不多说了。它连接，这个是用你的手机去连接。然后就可以进行远程操控。OK， 那大概我们 GoPro 的使用方式都介绍完。OK， 好，我们先来试试看，按一下。我们从我们的拍照模式，拍照加影片好了。好，我们先试试看那个，这录影加拍照就是你会同时录影跟拍照，所以你会留下那个。很多照片跟你的录音档，好，我们调视频就好。好，我们调视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使用那个什么，我们现在来按一下，按一下开始录影，按一下结束，我们试试看按着，好，再按着。它的功能，好，现在换拍照 ，OK， 滑下来，按一下照相，哎、欸，哦，刚没有切换到我们的拍照，按一下，好，按着，它会连拍，好 ，OK， 大概是它的功能，至于关闭呢，这边。这边这个是按一下是切换嘛？有延迟拍摄视频有没有？切换的很快，我们要关闭它，按着。好，当你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等它一下，它就会自动关闭了。好，咱们的 GoPro 内容大概都介绍完毕。OK。结尾就是要用 GoPro 来结束拍摄啦。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按喜欢或分享哦。拜拜 ，GoPro 停止拍摄。